弄台
车对吧？国际驾照，国际驾照都办好了。我也国际驾照了。正好正好你开，我们还能喝点。哈哈哈哈哈！太惨了。结果我把你们都送到海里去了。哎呦，那先绑上你，先绑上你，先把你弄海里头。我们在上面去再挑一会儿。哎呀，你们回家得像当年那个，当年那个谁是游过去的，是吧？那个林毅不是游过去的？对呀。Yeah.